好，我是石头，是从第二波特，今天来到浊水溪，那个桥已经都收起来了，那边是御风桥啊，在这边，然后呢，溪水还是一样很大，所以，新手自己不要来，好，要找人陪。好，那话说，我们今天来这边，从那边走过来，到这边，没有什么新发现，没有我要的，可是看到刚看到这一颗。这一颗就刚刚在这个角落，然后这样子剪还是不剪，大家来看一看，剪还是不剪。好，把它挖出来之后喷一喷水，然后转一转，到底要不要剪，是你会不会剪，来看一下，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。好，这样子就像一个电话，喂，你好，好，这样子电话筒，古式的电话筒，这样子哈，有没有？然后晶晶亮亮的，到底要不要剪？你觉得呢？在底下留个言吧。好，那边桥都断了，封起来了。啊，然后这边有卡一些树枝，然后没有太多的树干，树干不是那个骂人的哈，就是大块的木头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都一直冲下去，然后几拦河堰，水力全开给它全部下去了，所以这边大概没有什么积什么木头，也不太需要过来的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我是石头，是从盖伯特，刚从里面走，现在要绕一圈回去。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，再跟大家通知。有的话再拍给大家看哦。石头有时候可以做标记，你看那个石头淹这样子。啊，如果等一下如果看它淹得更高，我把石头淹过去，好，像那一颗有没有？好，如果淹过去，那可能要赶快往里面跑了。好，我是石头，是龙哥艾伯特，待会见喽。